第三十一题，一个质量为十公斤的物体，在光滑水平面上以每秒二十公尺的速度向东运动。当持续施于此物体一个向西的力作用五秒后，物体恰好停静止。假设施力期间物体不发生转动，则此作用力大小为多少牛顿？那我们要做的方式就是 F 要等于 ma。那么我们的质量是10公斤，那么 A 是多少呢？那我们晓得加速度的计算方法就是花多少时间，有多大的速度会变化。我们计时开始0秒的时候速度是 20， 那么我们5秒的时候速度会变成 0， 所以算出来变成负4公尺秒平方。这里会出现负号是因为我们是减速，表示我们的方向呢是与我们的速度的方向相反，如果只算大小的话，那么这个负号是不用的，所以我们 A 呢就是 4， 所以算出来就是40牛顿。因此第31题问我们说，则此作用力大小为多少牛顿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40牛顿。